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无权单独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仅限于国家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活动。上述原则和共识不会因个别国家为台湾当局说相或者撑腰打气而改变。台湾当局蹭会失败是必然的，这种自降人格、自取其辱的做法也已经遭到国际社会耻笑。